今天很棒哦，今天很厉害，今天工作一整天，我再去只吃了两只，然后跟披萨也吃了一片，但是我们今天很有产能，可能就是呢，好像我们要谢谢 Marcus 提供了一些影片的企划指南，因为除了就是如何跟别人解释什么是 Julian Lee 之外，我想遇到重复使用的情况下，那我们就使用影片来告诉大家什么是 Julian Lee， 什么是公民科技社群，所以Marcus 提供了一份很有用的指南，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大家一起来把它填满，就是它有一些些需要注意的事情，比如说像是要双语啊，然后内容长度，然后还有需要有的分镜等等。非常谢谢 Marcus 帮我们写了这么好的 insight。然后我们过去有出过一份就是长河教学影片，它现在有翻译了，翻译呢超级多语言，有中翻英、中翻日跟中翻韩，足以翻译英文的朋友。翻了日文非常优秀，然后谢谢李如翻译了韩文，英文Marcus 翻译了英文，然后 Peter 校对，真的非常谢谢大家。你看他现在可以说很多国的语言，非常了不起。然后当然今天也有长河小帮手，就是内容留言事前 Peggy AA RZ Sophie， 然后有18则回应，84的 review。工程师呢？Facebook 本来的 timeline 呢，它是只能够显示就是相对像什么前天，可是像现在前天就会显示为2021年3月18号，很有用。而且啊，这些就是 GitHub 非常非常感谢功能，他们都会说哦，我会今天看看这个项目，然后今天就把它做完了。他们的看看都很了不起。然后还有，而且因为他们把这个你们会跑出来的那个 URL 又长得很丑，然后修好之后它就不会长得这么好看。他也是说，哦，我今天会把它看一看，然后今天就把它做完了。哦，那呢，他把原本 iOS 没有办法登入 COVID 等 CW 的问题全部修好了。我觉得工程师们很了不起，他们就是说我今天看一看，然后今天就会把事情都完成，我觉得很棒。谢谢大家。哦，我还有时间吗？有，还有时间，很多吗？太好了。150秒。哦，那很多哎，好，那因为做得好辛苦，所以他想让大家一起看一看。好啊，好啊，耶、yeah! ！有一个像这样子，有防风坡，他会教你怎么样使用。那其实有些按钮还没做好，好了。让大家知道说自由开放即时翻译跟媒体素质有多么的重要，然后也做了很多的 emoji 跟各式各样的生态系，告诉大家说公民科技社群怎么样帮助大家的，可以帮助研究、帮助交流跟帮助更多的社群，耶！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图，谢谢，非常谢谢大家，然后谢谢公司党的开发完。谢谢收看，非常精彩。那我们现在。